安尼够够唔清楚？什么是解脱？业相解脱，结果业识智慧出来，所以有解脱的低贱的智慧，啊、哦，自知不受慧，有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终，自知不受慧，赶快哈，也是叫叫安尼咧拜，所以。有些文文是安那那安尼，啊！你所有诶款，你怀疑的拢总造出来。所以，我咧看经文是安那那诶，那毋是甲单方面诶。我得，你顾了你，我得看里面内底意思。而且一段一段咧讲啥，你拢我都分析出来。我讲这拢毋是注解内底物件，迄拢是我看入面物件。哦，我无照注解咧讲，对嘛吼？我拢以经文咧讲。哦，但是先啊，那面挂注解，是因为我惊恁老老高爷孙至少还够注解通好看。但是那依我要讲呢，我会用我的看里面的，讲给恁听，安尼较实在。哦，我无一文解字安尼咧讲，然后我一佛经的一文解字呢，三世冤哈、哦，但是离经说法呢，如同魔说。依经解释呢，三世冤，啊、哦，离经说法呢，如同魔说。哎，有的人说，嗯，啊，那依经也不对，啊，离经也不对，呵呵。哦，有一届有一个学生问我讲，啊，依经解释佛法，我是。佛法三世冤啊哈，来离经说法啊，就是无合乎做艺术，就跟咱魔术同款嘛吼。所以你要了解吼，头一个经，头一个经是文，第二个经是啥？心。所以一文解字呢，佛冤、三世冤、离心说法，如同魔说。离心就是离真心，所以哦，佛法你要安那方便讲拢会使，未使离开啥想。啊，安尼，敢听？哦，袂使干那以文字安尼讲，安尼讲吼，较讲人就听无。
这我不求，有求必烦恼，诸行无常，一无所得故，来者我不知，此皆空，去者我不留，住苦。然后把他这药书包好，放回放回看。自己在想，这块你不要想，放回看哦。你怎么用？我听懂吗？好，我咧想不出，可能一公里啊，不要比阿叔我开去。好，你放在旁边。哦，现在不想我，这边那个想，这用我更爱说，哎，这保险。哦，你放我听好。你那边下次我会给用公文发送。已经到标打用过开始讲完用完那些进来用中国通缉行空鲁智主虚空鲁智谈来用中国通缉行空鲁智主虚空就是心爱通，共爱通，就跟那太阳呢处在虚空。哦，心通叫做通宗，说通叫做通教，所以说通即心通，就是通宗通教，如日处虚空。好，咱看二十三页。如是我闻，一时佛祖笑语讲：“其数几故不远。”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无非佛，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观。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观。哦，这个头前讲的，赶快哦。所以圣弟子如是观者，与色解脱。哦，色解脱。哦，其实与色解脱的啥业相解脱。嗯。哦，那解脱的根是啥？业相解脱。诶，智慧。叫做解脱之见，一个是业相，一个是业性。啊，以色解脱，以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是等解脱。我说，是等解脱以什么？生老病死。啊，然后呢？忧悲苦恼忧悲是极地苦恼是啥苦地这是苦这是极所以这是苦地这是极地无常无常的业报让你苦那叫做苦地再来妄心让你造业那叫做起烦恼极地那
小小者哈，互你用，哦，作业互你起悲剧哈。苦地，好苦恼哦，所以忧悲苦恼，忧悲苦恼，这是规个规个的受想行识在变的，的过程。所以，让你解脱生老病死，这个讲有情；忧悲苦恼，这个讲五阴。让你解脱伫个生老病死，甲忧悲苦恼，讲五阴在变的过程，忧悲苦恼。哦，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获行。再来下一段，哎，看了吼，忧悲苦恼，哦，生老病死，哦，生老病死来讲忧情，忧悲苦恼，苦恼来讲五阴，啊，这拢代表世间，解脱世间就对了。所以解脱世间为出世间，再来下一段经文哦。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即述其孤独也。而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色。若因是啥？业相。若缘呢？业相。六因六缘六缘，因是业相，缘是啥？业相。啊，就是业相甲业相的因缘汇合，就甲第八相甲六尘的因缘汇合，第八阿赖耶识跟六七因缘汇合。好，生。诸什么色？生诸色，生诸色来生这世间。哦，咱拄啊看世间是包括啥？尘住坏空、生住一灭、生老病死，这拢总是世间。哦，若因若缘呢，生住这世间。哦，再来，不知这心，这世间无常。连什么？连因跟缘都是啥？无常，所以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所以还叫做无常的因缘和合而生。哦，在《楞严经》内底，在《楞严经》内底，一个在破因缘，拢是有自信。所以因缘回向是无自信的因跟缘回向，不是有自信的因跟缘回向。这样要听吗？所以不仅是因无常，连缘也无常。所以究竟是空性，所以缘起法呢，究竟空性。再来，因为是假，所以凡有起一定会灭。哦，安尼有个人听着就欢喜，甲讲哇，凡有起一定会灭啊！所以呢，凡夫一定会变圣人。哦，听着有够欢喜。哦，因为凡是因缘起，一定会因缘灭。